这个圣餐杯就是竹杯，好，那我们原住民的的弟兄姊妹哈，他们用从山上砍下来的那个竹子哈，一个一个锯哈，啊，磨得非常漂亮又贴纸哈，这个拿回去最好的纪念，好，不要把它丢在垃圾桶，非常可惜，好，不回收哈，我们回到家里摆在我们的厨子，都非常好纪念哈。这个是一个一个锯的哈，这样子我们就带回家做纪念。那现在我们要请台湾中会的三地门教会来赞美。
大声啊，哈利路亚，那现在我们要来思念我们去年从去年四月到我们今年这个月啊蒙主恩召的我们的牧长前辈啊，有宣教师阿穆里牧师，这是英国的宣教师，还有我们本地的啊牧长跟牧师娘。啊，我们本地的牧长、牧师两，总共我们印的是34位，但是在上个礼拜，有台南中会的陈信行牧师，还有郑连坤牧师两，就是郑秀珠啊牧师两，他们两位在上个礼拜蒙主恩召啊，名单没有在印在这边，这边有用报告的，那我们现在起立，我们用1分钟静默。来思念这些去年来蒙主恩召的我们这些牧长，完以后我们要请我们总会副议长罗仁贵牧师来带我们祷告。静默开始。
天父上帝，你是做工的上帝，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你看时代看地方的需要，拣选人有份于你所托付的圣工。在58届的当中，你所差遣的仆人，我们的同工，有宣教师，有牧师，有牧师娘，在你应许之下离开了我们，蒙主恩召。在人情上我们感到不舍，但如今世上的痛苦不再烦扰他们，黑暗的权势不再压迫他们，在主的应许里，让他们能够永远安息在上帝的面前，享受永生的福气。他们犹如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他们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对人们的爱心，对事工的热心，到如今仍旧在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学习他们的好榜样，继续他们在世上所未完成的圣功。让我们一起来荣神益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众人尾声之声，那我们现在要来奉献我们这一次的第59届总会开会礼拜的这个奉献。我们要为3年前在东日本所发生的地震、海啸跟核灾这些灾区的重建的奉献啊。那现在我们要来唱诗虔诚奉献我全身，在我们的所测礼拜的部分的第28页啊，请奉献的侍奉者，我们来预备奉献，我们来唱诗虔诚奉献我全身。Thank you.
奉献的祈祷，我们要请总会会计卓孟佑长老来带我们奉献的祈祷。主比天堂的天父上帝，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看见在历史中，你的疼注记在台湾这个美丽的都市。通过早前海外宣教师和历代忠实的牧者信徒，奉献生命和财产来发光，在暗沉的社会显现雾茫的光。但真光在一角照遍世界。对平地翻过关山，和这座连接彼座，带下代传承顶代。当上帝你应允的时刻起，就合宜的工人将稳定烙印在台湾的各所在。这个过程是奥妙的，这心意得给别管。就献家己来迎献上帝的疼，为着宣扬福音，培育主内疼心服侍、改造社会、关怀受助界，来领人为主，搁伫坚定的信仰根基顶面，持续去做上帝的国度，和基督的教会，成做现今五万的记号。亲爱的主耶稣，你道成肉身，亲自走在我们前面，把自己当成祭品献上。你不但救赎我们，更留下全人奉献的典范。我们因着信经历到你的救恩，我们要用生命来回应，用行为来见证，透过委身、行道、祝福和奉献，将主耶稣的恩慈爱和平安传开来。在台湾149年前有平地弟兄受洗，91年前有原住民姐妹受洗，此后族内弟兄姐妹为宣教前仆后继，医院、学校、机构也参与投入，许多感人事迹见证主的救赎历史。今年年会安排有原住民宣教事工分享，伴随101新贝加运动的推展，求主将一甲子前原民宣教神迹再次兴起每一个我，落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福音定根相宜，教会活出盼望。祝圣神啊，求你扶持帮助阮，互阮用微心正直的心，专一持守正道，过着纯全的生活，用关怀众人的心，疼乡土，疼主人。现今的台湾，还有真多绝望、无公义、黑暗的角落，希望阮高举真光。那无你的神引带，光要照未着人需要的所在。为着要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
我们要宣扬上帝的听堂，分享基督的稳定，佮挖苦圣神相通的快乐，将真光照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予人人领受永远的平安佮盼望。一连四天，我们在此召开今年度第59届总会年会，所有与会的牧长同工，无不是将自己摆上，愿将所领受的才能、恩赐、财物献上，作为宣扬福音的工具。在此排列我们的本身和金钱在你的面前，特别将本次奉献的金额全部捐给2011年东日本311地震、海啸、核灾重建的使用，祈求三位一体的上帝差遣接纳，并赐予这次年会全程顺利圆满。如此恳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来唱尾声之歌，听啊，耶稣他正在呼召。我们来看这个诗歌的部分，第29页，29页，请大家起立。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天父上帝将你的话来启示我的信心。愿主耶稣基督的听，激励我彼此相听。愿圣神的同在甲我三个弟弟，互我看见将来毋茫。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听堂保守看顾，圣神的安慰在中间。祝福我们直到万世代，阿们。仍然站着，我们来唱这个赞美耶稣，就在第30页。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手牵着手。
啊，可能还有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哈、哦，也显示出来，所以也不必拿着那个我们的手册了哈，大家一起哈、哦、啊，听我们的胡彦宇老师来拜年我们哈。请坐下。那我们第59届总会的开会礼拜的第一部分就是到这边啊。那第二部分呢，报告跟欢迎新的新教。